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大家在今天呢来到的这个会场共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那首先呢，就是我本人是前任的正觉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刚好拍摄这七集《玄奘文化千年录》的时候呢，我当时呢刚好就是担任董事长的时间，所以首先呢，就针对这个我们七集的缘起呢，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啊，玄奘大师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一位伟大的这个佛法的大师。那么玄奘的伟大到底是伟大在什么地方？在联合国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面啊，其中中国人只有两位，一位呢就是孔子，另外一位呢就是玄奘。那在明朝末年、民国初年呢，有一位我想在座大家都蛮清楚的一位文人，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呢，他后来在南开大学，在清华大学呢，有担任中国这个史学研究法的这样一门课程。那后来他的在课堂上讲的资料呢，有出书。他里面这么讲啊，因为他讲的是这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方法，其中就讲到说应该怎么样帮中国古时候这些的名人来做他们的传记呢。里面他就提到两个人，一个还是孔子，那另外一位呢还是玄奘啊。那这个梁启超他怎么讲呢？他针对就是记录玄奘一生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梁启超评论这部传记呢，他说千古的名人里面啊，这个是价值第一的一个传记。那当然以他的这个学者的立场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传记如果应该怎么写怎么改，可能会更合乎这个现代传记的这个形式跟要求。不过他说玄奘的这个慈恩传呢，他认为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价值是第一的。好，那这表示什么？就表示说从这个传记所显示出来玄奘的一生呢是有相当的高度跟内涵。因此鲁迅啊评论玄奘呢，说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脊梁就是等于是这个我们说房子的栋梁啊，是很重要的。
可是当时呢，我们在正觉教育基金会呢，看到这些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这么样对于这个玄奘有这么高的评价，那到底玄奘他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当时让我们深深的引起我们兴趣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市面上能看到的，就是一般这个媒体上面能够看到的介绍玄奘的这些的影片影集呀，像大家最熟悉的《西游记》，从《西游记》里面看得出来，玄奘里面的这个三藏大师是很文弱的一位，对不对？我想大家的这个感受是跟我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从那里面呢看不出来不管是说是梁启超也好或者是说鲁迅也好，对玄奘的评价呢，其实从那些影片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当时就触发我们希望针对玄奘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是说能够有更正确的了解这也是说到说，因为既然慈恩传呢本身它的东西就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已经非常有价值了，但是被解读出来了没有？那就看得出来好像没有那因为对一般的民众的传播当然是以影片的方式影集的方式最能够普及，所以我们就思考到说怎么样子针对慈恩传呢去做更深入的去透视它，去做解析。所以在这七集影片里面呢，就变成是说我们用了跟以往各种影片影集都不一样的角度来介绍玄奘，让大家认识玄奘。那另外呢，在这边也要提到的呢，就是说梁启超呢，他在评价玄奘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玄奘的伟大呢，其实是他人生最后的20年。那人生玄奘当时的最后20年呢其实就是已经从印度回来取经回来，在就是中国，就是当时是大唐翻译经典的这个20年。梁启超说玄奘呢回来，因为当时唐太宗呢是在洛阳，所以他就到洛阳去见了唐太宗。那然后从洛阳回到长安之后呢，他从第27天开始就着手翻译经典。那么一生呢，一直持续不断的这样子翻译他所带回来的这些经典了。一直到他辞世的最后27天，都是在做翻译经典的工作。那玄奘对于这个翻译经典，对这些经典其实是非常重视的非常重视。虽然说他带回来600多部、657部的这些当时的经论，
那只有翻译出75部来。可是实际上玄奘看待这带回来的这600多部的这些 经论呢，玄奘没有一部是认为不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慈文传本身的记载呢，玄奘从这个天竺要回到大唐，经过西域，经过就是现在的于田那个地方呢，要渡河。那么当时就有一些的经论呢，就掉到河里啊。那因为有一部分的经论掉到河里呢，所以玄奘为了这样，在于田要去搜，就是要到各地再去看看有没有掉到河里这些经论，然后在于田呢，要花了8个月的时间，把这些经论呢再补回来。补回来之后呢，哎，那才回到长安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玄奘其实他对他的就如同梁启超所讲的，他的伟大其实是最后的那个20年翻译经论。那他没有翻，他没有翻译出来的经论呢，他带回来的经论他都认为是非常重要。从什么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他没有翻译出来的经论呢，我们看到其实后来到了宋朝都还有在翻，还有在翻译，就是也是玄奘带回来的，像大宝积经之类的啊。所以我们在影片里面呢，既然经论本身对玄奘来讲是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来解读玄奘，就不得不对于玄奘所翻译经论里面的精神，也就是说玄奘希望透过这些经论来表达什么。他花了20年时间，等于是说一生的1/3的时间呢，是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加以去了解啊。那包括我们等一下跟郭老师的讨论当中呢，就会稍微去提到这个。但是毕竟我们是希望透过文献的解读，来把玄奘我们所认知玄奘呢做一个呈现啊。那再讲回来，就是说所以这7集影片呢，跟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影片介绍玄奘的影片都不一样。比如说西游记，大家很清楚，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神话的故事。那曾经有学者呢去剖析西游记的内容呢，因为西游记是明朝吴承恩，应该说是他最后把它总集起来的啊。那有人去剖析这个西游记呢，认为说其实是吴承恩借由西游记来讽刺当时明朝的这个政治局势啊。那这个是题外话啊。那所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有这样的方式来借用玄奘西行取经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呢，来阐述它。那这个很显然他就不可能把真正的玄奘他的伟大表现出来嘛。就像刚刚讲的，大家从西游记里面看到玄奘是很懦弱的啊。那另外当然就是有讲故事的方式啊，就是说玄奘他这个西行那经过哪些的地方啊，那碰到什么事情，就单纯的讲故事。可是这些大部分都是着重在西行取经这一段而已，那就没办法像梁启超这样的让我们感觉到说，为什么说那个伟大是后面的20年。
那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就是说啊，重走玄奘之路啊，就我们看到大陆很多的节目呢，或者是说很多的人甚至是私下就是找了朋友呢，要去重走玄奘之路啊，从这个甘肃啊到西域啊，这样去转这样子啊，那也是有很多这种的。那这个七集影片呢，它就跟以往或者说现在我们在包括网络上所看到的这些介绍这个玄奘的这些的影片呢，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您想要对玄奘有更深入的了解，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法师，为什么他会被称为民族的脊梁，那这七集影片呢就很值得大家去看它啊。这个也是我们制作，就是我们这几场这个论坛的主要的目的啊。就跟介绍到这边，不晓得郭老师有没有要补充。那这里补充一下，那个玄奘主要的遗失那个经论是在过渡信渡河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个传说啊，就是不管是种子啊或是一些果实啊，不能够让它呢移出去印度之外。当然那时候的北印度实际上是比目前的大，不过呢信渡河它本身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传说，因为有船会翻覆，那有可能有的在的一些种子也包含了这些经论，所以呢船就在那里翻覆，这就导致于后来慧天呢来信的时候呢大师希望呢他能够帮忙再寻找一些论，大概做这补充。是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这个论坛哈。玄奘之所以会西行呢，当然是有他的原因啊，或者说有他的动机跟目的。那这个是动机跟目的呢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企图，所以希望能够去做什么。那既然我要了解玄奘，我们当然就要对于玄奘当时的这个西行呢、的动机跟目的呢要有所了解。那我们从这个慈恩传里面呢，或者是说从玄奘的弟子啊窥基大师的这些著述里面呢提到的情况呢，就是说其实当时在中国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从魏晋南北朝，然后隋朝末年呢天下已经是混乱的局势了，然后到后来唐朝啊，唐朝还没有稳定下来，但是社会情况如此呢，佛法也是出现了问题啊。为什么玄奘能够看到这些的佛法上面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说玄奘呢他是在出生在洛阳啊，在洛阳的这个东部的这个沟县。那当时在我记得没错应该是13岁吧，13岁就刚好碰到那个郑善国要出家，那
正式出家了这样啊。但是之前其实之前玄奘已经在寺院里面跟着他的哥哥呢，在寺院里面就有跟着在这个听闻佛法啊。所以我们从玄奘在西行之前呢啊，他在这个从洛阳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呢就到益州，益州是就是现在的成都啊，然后从益州呢又到了荆州啊，荆州就大概是现在的湖北啊，然后到扬州，那之后呢又到这个象州，象州是这个现在的河南省啊，那又到这个赵州呢，是在河北啊，最后呢又回到长安。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经过了好几年。那这些的过程玄奘是做什么？就是到处在参访各地的这些当时的啊这些的佛教的这些的法师们啊，那听闻他们演说的法义，同时呢有也可以跟他们去谈论了解啊，所以对当时这个佛法在中国呢啊，就是当时的中国所呈现的状况跟出现的问题呢，其实玄奘是很清楚的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由郭老师来跟大家做说明？就是玄奘大师他本身呢，对于学问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呢，一方面他宿世的种子不断的留住，所以他对于经论呢，实际上是很快就可以了解。这个在传记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不论是整个义理上、戒律上也是，所以呢，他了解的程度是非常惊人。那呢，我们从当初这个佛法的困局来说，那到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力量，在于说那时候经论不够多，而且禅宗呢这个教外别传呢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呢广传地步，主要是呢教内的经典呢不够以支撑。因为当初呢普利达摩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了，我要印心的话，就是印证这个心，那就只有四卷的楞伽经。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其中也牵涉到说，虽然那时候《生密解脱经》译过来等等，之后译过来，对不起，这有点忘记，就是说到玄奘那时候呢，许多对于唯识的经典并没有那么深刻，尤其色大僧人是后来才过来的。在整个流传上呢，教理呢开始有一些分歧，就说到底呢清真要证什么，应该要证心，不是证一个物。然后金刚经讲实相，那就应该证实相心，可是实相心是什么呢？你要证阿拉耶识，还是要证如来藏，还是要证真如，证第九识，有时候众说纷纭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呢大师他是有自己心得决定，可是呢如果没有呢更正确的经典，更多的经论到了中国，他就有点没有办法来说服大众，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对于《大般涅槃经》眼见佛性是不太懂这意思的，那时候解释的人就是讲成这叫成佛之性。但是实际上呢，从呢一位圣位菩萨来说呢，应该说一位圣位大师来说，尤其他要赶快能够回复这正量的话，
这是有点差异的。那即使是这样，成佛之性呢，也有呢论义上的不同。那有人说现在还是未来才会具备这成佛之性，也就是说这些呢在今日如果深入这生命实相或生命实相教育，应该是可以迎刃而解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呢，那时候产生了很重大的这个争论，后来呢就只好，因为这争论太久了，后来就只好搁置。因为呢各个说法似乎都有道理，所以在那局面下呢，实际上你很难呢去呢让这教外别传可以广传。那另外一点呢是如何呢从证悟到入地。那对一般人说，那应该怎么样证悟？既然的话这教外别传这么说，那你有没有教理上的支持，或你很详细告诉我们怎么做？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的方式就回到佛法的根本论，就是说做这个生命实相教育的一个呢一个解释。那这根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实际上呢玄奘大师哦，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到这个不足了，然后呢可是他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历练。比如说中国有规定，应该说佛法的规定，你要受具足戒成为一叶比丘，必须要年满20岁，不是算中国的虚岁。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要呢你等于是几乎要到21岁了，20岁多了。那因此还要包括人生历练种种，然后你要有一点声望再出去，某一个程度上呢，这是我个人觉得。所以后来那一点呢，他甚至被推举为寺院的住持，这样就是说他可以当住持了，可是呢大师他不要，因为呢他呢希望的就是西行，把这教理上呢做一个重大的澄清，所以这样可以呢让中国可以接续这个呢佛法的法脉，可以把生命教育推展到一个极致。我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郭老师提的呢，其实在慈恩传里面都有写啊，就是玄奘其实都有透过他的弟子呢把这些当时情况呢在慈恩传里面都有写下来啊。比如说这个里面提到呢，说这个当时玄奘大师呢他就是到各地呢去遍访这些的各地的名师啊，那么去听闻，并且能够把他们所说的呢加以消化啊。可是呢去听闻这些大师的说法，去消化这些大师的所说的这些义理之后呢，各发觉说所说呢，他这个慈恩传的用语叫做验之圣典啊，亦隐显有义，莫之是从。就是各家所说的呢各说各的，无所适从啊。那其中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里面这个真谛法师啊，他做的这个决定藏论里面呢，他做决定藏论，那表示说他向人家表示说我这个是依据瑜伽师地论，也就十七地论所写的。那里面呢提到这个阿摩罗氏真谛呢，虽然没有说这是第九世，可是隐含的意思呢就告诉人家说除了八世之外还有第九世。但是玄奘大师呢依他的对这个佛法的理解，他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说第九世这个是有问题。那没有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论本来做比对，怎么样去反驳真谛呢？所以这个是让玄奘决定西行的一个
最开始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一定要去取得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刚郭老师也提到了，有关这个佛性到底是未来成佛以后才常住，还是说是未成佛之前现在就已经常住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这个《持人传》里面也是这么讲啊。他说远人来意啊，音讯不同，就是这些从这个西域远方来翻译的人呢，因为每一个人所这个了解的这个梵语的这个音啊，跟对怎么样去解释呢有所不同，因此呢就变成是有所摇耳啊。那当时就会造成一位之子啊，说双林一位之子，双林就是最后佛陀在这个双林树下波涅盘嘛，啊，就是佛陀的最后这个义子呢，当然最后讲的是讲大波涅盘经，啊，那怎么会分成当现二常呢？玄奘说，大圣不二之中呢，西为南北两道，纷纭政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啊，莫有降举。就当时在中国呢，是没有人能够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的。所以一变成是说，得要去取得这些经论啊，取得这些经典，然后来能够做正确的去判断它。啊，那这个就是玄奘当时西行呢，在当时的中国。就佛法就存在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没办法解决，变成是说学人就是好像是无头苍蝇啊，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子去取舍这个修学之道。好，那接下来呢想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玄奘大师呢，他为什么能够看出这些问题来？为什么能够看到刚刚我们跟郭老师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当时其他人看不到？啊，就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师在西行前呢，佛法上的这个修正是什么？好，我们一样是请郭老师先为大家来做说明。好，这里也在说明一下，因为中国哈，那时候确实在佛法的疑问非常非常的多，像是说一个变化人到底有没有心，那心是什么心，那有没有已经问题了，然后到底有什么心，实际上大家都说不上来。像这样的问题哈，比较稍微有点重要就超过100多个。那刚才讲的这个呢，清净的实相以及呢佛性是两个比较大的，所以说啊问题很多。那我们应该等一下也会提到它最后怎么样的。然后呢，关于呢在佛法上的这个生命实相的一个呢的领受以及呢这种清净，这个在佛法的说明呢是说有三贤位。那三贤位要过一大真气劫，就是一个无数大劫，哦，这难以想象。然后接下来进入圣位，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似乎是比较深入的，因为呢，这就牵涉到说了，对于经论的正确解读者，他必须要在哪一个位置上？然后呢？玄奘大师所说的，说你要达到至少要通达位，通达位就是必须要圣位，这是最起码的要求。那也当然玄奘大师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啊，不过他也不用特别要求，
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就说到，实际上他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个亲证的一切以及智慧。那呢，所以说呢，如果从教外别传来看，那到底明心或是再说到眼见佛性，它到底是什么机会亲证的，或什么时候能够契入？这实际上是在三贤位里面，而且还是三贤位的前第一贤位位次，就是还不算是很后面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要达到通达位，要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修行，如果过去生没有这种智慧、这种亲证，你想要一辈子呢就可以呢跨过一个无数大劫，这实际上是有疑虑的。这个牵涉很多佛法，但我们不是主要是根据史料，不是说特别要讲很多佛法，就是说佛法是说呢，这个三大真奇解这个实在是很长，你没有办法一辈子就可以明心眼见佛性入地。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现在呢对于呢玄奘大师的了解，以及呢他如何正确的解读经论，我们相信他的正量是很高很高的。以及包括说他一开始看戒律，他等于是说一看一遍就都懂了。对，而且在这个呢传记上特别写这个他所听闻的一部经还有一部论，他实际上是有意义的。他先听大波涅盘经，然后再听色大圣论，一个呢牵涉到眼见佛性，一个牵涉到明心开悟，这都是三贤位的前面所应该成就的。那如何证明呢？他有经论上呢是直接经典就说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他们呢即使当然没有特别写啦，就是即使他们有胎昧，可是呢他们只要有一个独处，在一个闲静的地方独处，他自己去观察，就是他做一个思维等等，他就可以不由他教，不由他悟，就说他就可以自己实际上证得。这对于呢一般的大众他很难理解，不过呢这个呢从后来的大师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及等等，以及后来西行，以及他在群与神一切的这种呢展现的这个呢大圣的种种的威仪，以及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呢的种种，我们相信这就是他已经完备了在呢地前应该做的，入圣位前应该做的。但是呢那时候因为经论不够，你没办法从呢不足的经论来缩短那个时间，然后可以一步呢可以跨入圣位，所以那是一个门槛。所以呢大师是希望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利益呢未来呢想要呢求取这个生命实相生命教育实证的人，所以呢他必须要呢把这个瑜伽师论找过来，那另外也要自己造论。当然造论是后来一个因缘才引发的，那为什么说造论我们到时候再解释。是诚如刚刚郭老师说到的，就是说玄奘当时在中土这边呢听了很多的当时的这个大师啊讲大波涅盘经，讲色大圣论，好，那也听讲这个俱舍论，那都是听过就了解，那并且呢就能够来为人家说法，说同样的这些内容的法，而且讲的比原先他所听的那些的大师呢讲的更为这个详尽啊，更为精辟。那这几部论这几部经啊其实他讲的就是
这个明心眼见佛性，还有包括这个二圣解脱道的这个解脱的内涵。像俱舍论为什么他说他有应该是有这个解脱道的解脱的实证呢？我们从他到西域啊，遇到这个自称说已经完全通达俱舍论的这个木叉曲多法师啊，两个之间的这个对谈啊，木叉曲多是哑口无言啊，就可以认这个判定说呢，其实玄奘在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正呢，是也是无可置疑的。那么接下来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西行取经啊。大家知道说佛法是从就是天竺，也就是古印度呢，这个向东传到中国来啊，不管是当时是哪个朝代，那我们就是称它叫中国。那西行的这个从东来，当然是有可能是有这个从陆路，也有可能从西，从这个海路。可是玄奘为什么要选择要从这个陆路去西行呢？我不晓得郭老师你的看法。是，就说大师呢，在中国的时候，他呢非常的好学，然后他的好学。当然有些原因呢，我要解决中国的困局，所以呢，他其实他不太包，他几乎是不包养他自己。后来因为他在这西行的时候遇到那个王祥，王祥是呢第一烽火台的一个这个长官啊，那把他抓住以后，就把他送到敦煌，那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一直讲这样。然后就是最后只好讲出来，就说呢，我在中国等于是呢各地方都游历的，那只要是呢有学问的这种大师啊、名师或等等，我都有去拜访参学。那下面四个字就很重要，穷其所解。这样就是说，他们所知道的我全部都知道了，这样。这虽然是轻描淡写，但是有四个字，实际上大师就是不方便再讲下面四个字，就是呢，大家只能够做到解，因为佛法那时候在禅宗几乎都还是单传的格局，除了呢旁的支系还有一些以外，实际上几乎当代就是呢师父和弟子两个人，那呢？那穷其所解意思下面就是说我有所证，所以呢才可以接得上文句下一个四个字，可以对阳谈论。所以他不是纯粹当学生，他实际上是呢去教导他的老师啦。所以呢后来呢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两位很出名的这个法师啊，大师级的人物，最后直接说他是佛门千里驹，就这样。所以因为这两个大师一包养，那名声就上来，所以才会人家要推举他来接这一间佛寺的住持，就当大和尚。当然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对这没有兴趣，那因此在这情况下，整个佛法这个传递的方向实际上是往北一直传，传的这一个法系呢是有比较精彩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三圣大圣二圣，南边呢也有，但是呢南边后来呢有经过一些质变，这样。而且他们的整个呢佛法的传递到中国，这个呢实际上是跟呢陆路比较有关系，所以这寻访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要穷其所解。
就是要把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呢，大家所知道的，都把它囊括进来。这样以后易经的时候、议论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闪失，就免得说人家说你不知道这个。而且呢，后来到印度也是，也就是说这个态度没有什么变，就是等于会把五印度都绕一圈。本来呢，玄奘大师不需要这么辛苦，因为他已经知道很多了，甚至他后来可以呢，增量可以回复，可是他还是继续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个呢，翻译上总是会有人会呢，可能会找麻烦、找小辫子或者什么，所以他就把它尽量的能够知道的通通都知道，甚至到了那烂陀寺也是。他第一次被迫离开的时候，实际上是戒贤论师请他走，这样。但是戒贤论师是叫大师，你就回中国就好了嘛，啊，不要再学了，因为学不完，这样。那可是大师觉得说，我还继续学，这样，继续听。那听了以后，又开始又穷其所求，又可以对阳谈论。所以呢，这是一个目的。第二目的呢，是寻理圣机。在阿含部的大波涅槃经里面有说，就说有四个地方，如果呢有生之年可以去朝理经历的话，这样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是出生的地方南毗尼园，一个是呢度五比丘的这个鹿野苑，一个是呢成佛地点普利嘎雅，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四现涅槃的地方，就是双林间。那这四个地方的话就是有它意义，可这些地方都偏于北印度，这样，或是在普利嘎雅比较接近在中间呢，所以呢这也在游历的过程中也是会。那呢如果是其他的走海路的，他们就可能没有这些想法，看起来他们的路线不太一样。这样，尤其呢大师在走这些路的时候，他不是拼命在赶，不是，他是尽量把当地的这出名的对于论啊或是怎样，然后呢能够呢来演述的，那他就会去参访。当然还是一样，最后一定有对阳谈论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以他所了解的，顺便呢在呢伺机就利用机会呢稍微讲一下，这样看对方是怎么样。包括后来的圣君律论师，说叫圣君居士也是，大师后来在那地方学，他说可能要两年，就是至少是头回两年。可是实际上呢，大师一去的时候是订正人家错误的。可是这个故事的话呢，在文献上还是找得到，叫《唯识抉择论》，这地方的中音域，然后呢，它的音呢设的不好，所以玄奘大师就是过去把它改正，跟对方讲。那也是圣君居士他比较没有慢心，所以可以跟他说，这样。那因此呢，走这路的话，就证明说，大师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一切诸学，然后能够呢尽量的了解。那另外看有没有办法帮得上忙。所以史料上呢也有提到，在中国的时候，他遇到智严，智严法师那时候年岁很高了，可是呢看起来智严法师都没有慢心。智严法师是传记上写，这个是在不是慈恩传写的，是就是等于是执呢弟子之礼，等于对呢大师非常恭敬。当然这一定有一些，当然是大师有教导他什么，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呢等于就是拜大师作为弟子。不过在中国看起来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位，因为真的很不太容易。然后在呢印度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跟大师来谈法的，实际上在呢整个印度，即使是戒贤论师都很难。这是在
因为呢，因为实际上乙呢，大师他会特别想要去谈论一些神的法，可是看起来没有办法。哦，这有些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但是呢，他遇到呢圣君居士的时候，就一直谈，所以他并不是呢只有当一个学生，实际上他是某个程度，以我们现在来讲，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他希望呢让他所知道的能够让传给更多人，这是他一生所做的。我用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浅显去判断这个问题的，从我的观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的看法。但我并不是说是否定郭老师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成他的说法，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是玄奘西行取经跟后来这个义净法师的这个西行，那两位刚好就是不一样的，玄奘是陆路西行，然后也是陆路回来，那义净呢，他是从海路西行，也是从海路回来。那么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陆路危险还是海路危险？我的答案是，海路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危险，但是它的危险并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如果会航海的人，他们都知道说，哎，你只要注意那个季节，配合那个季节，有一些季节呢，哎，在海上行船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陆路呢？陆路就是说，比如说那个高仓，去到高仓之前的那个莫耶岩治，是不是？那个沙漠，它就在那里，你躲不掉。为什么玄奘西行会被称为九死一生？因为那些东西都在那里，你没办法避免不走过这些地方，你要经过这个烽火台，都是有这个唐朝的这个军队把守的，那个危险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从我就是赶快去赶快回来，安全的去安全回来，那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走海路，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啊，该什么时候这个往东，该什么时候往西，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所以那个危险其实是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危险，但是西行是肯定是那个东西都在那边，你去就百分之百会面对这个危险。可是玄奘为什么要选择从陆路西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的结论其实是跟郭老师是完全是相同的，那只是说我想到了一个方式，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佛法东来呢，是基本上是从陆路东来。佛法的东来呢，它不像就是说回教的那个就是阿拉伯人去传法一样，传这个伊斯兰教，或者说十字军东征一样，它不是这种方式去传的。它是很和平的方式，是人民这样子是一个个去传去接受它。所以佛教是从天竺，就是古印度呢，沿着陆路这样子，一站一站，就好像火车一样，一站一站这样子往下传。那么玄奘当时要西行之前，他看到了佛法在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玄奘有说音讯不同了，那个发音的差异，还有就是说那个解释的不同，所以造成说到了中国，这些东西就变成无法取舍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间经过太多太多的不同的，比如说好比说一个东西它由闽南人讲过，就是台湾用台湾话讲过，然后用客家话讲过，然后用原住民的说布农族的话，讲到后来就变成那个音就变了，那音变了以后呢，去探究那个解释，就发觉那也不一样了，就出问题了。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呢，说玄奘是要去了解这个过程是哪里出问题。所谓的理思则求出也，就是中国古时候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礼法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礼法过去在民间都传过，因此呢你可以到民间去探访。以我们现在的用语来讲呢，就是叫做田野调查了。现在很多喜欢用这个，就是叫田野调查。所以我的看法没错，就是玄奘选择陆路西行，他就是想要一站这样去看看这些当地是不是还有佛法，那么当地对这个佛法他是怎么讲，那他去了解说什么地方出问题。我们看到玄奘翻译的这些经论里面蛮多地方，尤其是从这个慈恩传就很明显看得出来，玄奘对有一些的因为玄奘的翻译的被称为是新译嘛，或者唐译嘛，那他们把之前人翻译的呢叫做旧译，那有一些旧译的东西呢，玄奘大师他是很明确的说那个是错的。那为什么玄奘他有这样子的确信能够去认定那些的翻译是有问题是不对的，那就是因为玄奘这样一路这样子，等于是说他把佛法东来他去溯源，他一段一站一站去溯源，把这个佛法的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乃至最后到中国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是我的一个解读啦。好，那这个郭老师还有要补充吗？刚才陈老师说的是那叫莫赫延基，莫赫延基，对，叫800里的那个沙河，就像是河水，是形容那地方非常非常的宽广的，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外界的学者呢，他对于玄奘西行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且行且学啦。但是且行且学当然是事实上是这个学是要打引号的啦。就是说去参学参学其实有对谈的意思啊。可是呢玄奘西行呢，但是其实当时在天主呢也有天主的佛法上面的这些的问题。那当时天主佛法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请那时候呢佛法呢到了这个相法的，等于是相法的这个中期呢，对于呢大乘非佛说是慢慢的更加的抬头。这个呢，对于呢玄奘来说，他是几乎是没办法忍受的。不过这当然是另外一段法了哦。那主要是说那边对于呢这个、空与有，把它做一个分宗，就是说讲般若的第二转法轮的。那因为有龙树菩萨来讲中论，然后还有后来的百论等等，这些的话就认为这空是一个宗派。那实际上佛法不太是这样，那
但是在对于那边的已经有形成一个这样的认识。然后还有包括说呢，唯识在谈的时候，他认为这就谈一切有，那变成有中，所以就空有。那对于呢，不理解真正的空，不理解真正有，他就产生了一些争论。这争论是存在的，所以呢，有了对于佛法的不信任，以及呢对佛法义理上的割裂。这种呢，也不一定说是割裂，就对于佛法大乘义理不理解。这从部派佛教就已经一直传来，因为部派佛教的话，他们这是属于声闻，他们的解脱道的义理是同样的。在经典里面有说到，就是说呢，有18个人抢一张白碟，可是这个白碟怎么这18人怎么抢都不会破，就是说解脱法二圣解脱法没有问题，他们不管怎么抢都不会去干扰破坏。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争论？因为他们就是去谈论呢，超过他们正量，然后想要解释佛啊，想要解释大乘法，所以就产生了各种歧义。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后来这种的，玄奘大师有翻译叫《一部中文录》，在之前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译本。那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走势是这样，而且不只是这样，那时候民间它慢慢出现的这个属于弹吹，大概有点像就是今天所说的一个男女双修等等，那这些是在酝酿，但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佛教来，所以它有它的困局。那这些资料呢，其实《慈恩传》里面呢也都有，啊，比如说这个玄奘，为了这个，波罗橘多啊，因为他做了破大乘论啊，所以玄奘就做了自恶见论。那破大乘论呢，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主张大乘非佛说。那么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啊，在玄奘遇到这个木扎橘多的时候呢，木扎橘多他的态度他也是否定大乘，否定瑜伽师地论，啊，那就是这些都表现说其实在当时在天主呢佛法是有已经有问题，已经有这些问题，乃至于包括说在那烂陀寺里面，都有像这个狮子光啊，有像慧天啊，其实他们在都有跟玄奘大师呢在佛法上面其实都曾经有过一些争论啊，当然最后都是被大师给这个纠正然后说服了这样啊，所以其实当时在那这些东西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出面来把这些问题厘清，因为就是真正的善知识呢在天主其实是已经是凋零了，戒贤当时已经100多岁了，那么他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是因为年纪大了体力不行，还是能力上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是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当时是在天主呢就已经没有人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讨论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刚刚提到了，就是那些问题啊，包括说在那烂陀寺里面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说像对峙这个波罗橘多等等的，这些都是玄奘大师呢当时在这个天主，他在天主的作为，所以很显然就是大师当时是在佛法上是有亲证的，但是这个亲证他有传承吗？
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亲政呢？刚刚郭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说以大乘法来讲，那经典里面就是明确的讲，就是三大阿僧祇劫。那以小乘法来讲，经典里面也明讲了，你如果证出果的话，那就是七世人天往返啊，乃至于说二果是这个一往来，三果是不来不还。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七世人天往返？就表示说你一生不可能做到嘛。我说指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得要再历练七次。所以就是佛法的修正上面显然是要有那个时间，有那个过程。那另外就是说，从玄奘当时他所经历的这些的跟他去所谓去学或者跟他对谈的这些人来看，他们都没有玄奘的这些的就是正量跟这些的修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玄奘的这些的当时他的亲政其实不是传承，反而应该说是回复。就像刚刚讲的说，你要三大阿僧祇劫，但是你过去已经到某个阶段了，或者说你要七世人天往返，那你过去已经七世人天往返了，所以你现在你这一生就是最后一次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晓得。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天主呢，因为教外别传已经传到中国了，这已经他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呢最后护法大师，那还有这个戒贤，算是他们虽然跟这个禅宗的法脉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在法义上呢他们是相当卓越的。可接下来就真的是后继无人。在大方等大集经里面有提到，就说世尊有特别嘱咐了，就佛陀特别嘱咐呢，要护持，请护法龙天要去护持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其中提到了，最后提到了震旦，震旦就是古时候我们称为中国。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因为如来说了，我的法眼是在这里的，你们要想办法少三宝种，就少龙三宝的法种，不可以让它断灭。那教外的别传已经传过来了，因为呢普利达摩觉得这地方有大圣气象，所以他说他是为了法在找人，其他也就求人，就是这个法太难得了，不能在手上断掉。可是他觉得，意思是说他觉得印度不适合了，他必须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大神气象气象，所以这个法脉将来就是留在中国。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就是一个趋势。所以天竺后来的，就是随着我们知道的时候，随着大师离开以后，开始这个有一些法就渗入佛门。最后在八世纪，史学家认为那时候真正的佛教已经不见了。作为补充，那关于刚才陈老师说的很好，实际上传承呢，实际上呢不太能够是这样，因为一辈子正量真的没有办法爬这么高，太难了。想要从就算是以前明星过，那一辈子就要上去，这个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对，所以应该是过去生呢就已经证得，然后这一世还有胎昧或是视线胎昧的情况下慢慢恢复。当然有戒贤论师是有好处啦，因为他毕竟他听的是从
护法大师，在经论上写或在传记上写是护法菩萨，他是贤劫未来佛，贤劫千佛之一，所以他的法这样提息呢，所以很快，然后呢，经过戒贤的论师可以呢忠实的传达。现在戒贤论师最重要目的就是要传达，这是我所理解的。因为他到了116岁，本来他想要离开，这对于这个生命教育是不好的，因为他想要自己走。后来就晚上做梦，梦见大菩萨来喝着他，这样，然后呢，他就乖乖要等支那国的高僧到来，然后呢，所以在这过程中呢，就是刚好跟出发的时间差不多。那天呢，他受到启示，所以呢，就等到了玄奘大师，所以他就尽情的教。然后还有包括呢，实际上护法菩萨或护法大师，实际上他还留下一个很珍贵的，因为以前在呢为师的时候呢，世亲菩萨虽然我们这个是生命教育，不过经论我们都这么说，我们就直接称菩萨大家不用太介意了。那世亲菩萨他写为是三颂，但是他没有特别解释，但我们相信说呢，他兄长无着菩萨应该有对这个有帮很大的忙。好，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解释的话呢，在呢印度西天那边呢，就开始了注解这个为是三十颂。这虽然只有短短三十颂，但是很精要。那内容呢，你可以一直解释，一直解释到佛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写一个叫唯识论。后来到中国，当然就知道，就是玄奘大师呢，他实际上造一个唯识论，所以他叫成唯识论。也就是说，他一个是也可以说总大成，也可以说是把这个整个呢的义理呢都包含。这个为什么是他的造论，我们可以到时候说明。但重要的是呢，大师那时候到了普利嘎雅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呢，他听说护法大师的造的论呢，目前留在一个叫玄鉴居士的人的手上，当这个年纪已经很多岁了，大概应该有超过100吧，这样，应该了，这样，就是说，就是两位呢都要寿命很长，戒贤论师那时候116，这样，另外有一个传记写到160，160可能是不太正确了。然后这位呢玄鉴居士呢，看到支那就中国这个高僧到来，他很高兴哦，应该说里面虽然没有人，但他一定是很高兴，因为他就把这珍贵的这个手本经过几十年一直保存的就送给了大师，没有给任何一个印度的人，而是给这位中国高僧，因为他认为他看得起护法大师当年的嘱咐，所以他觉得一定要传给他。然后拿到这本子的话，窥基因那时候就是玄奘大师的这个弟子，窥基因大师有去描述这段故事，就说哦，就是玄奘大师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这可以让玄奘大师可以很快的又回复呢以前的正量，因为有，因为平常说有的只有大师才能看得懂啊，这样，所以我们这样来说呢，这些呢是呢要从解到正是很困难的。第一个从解读文字就可以解是很困难的，因为佛法就说很清楚，就说呢，你要依文解义的话就三世佛愿，所以呢要依义不依文。可是可以依义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至少是通达，就是你一定要是圣位，所以很快就回复圣位，这也是理由在此，所以没有办法说它是传承这样。这个郭老师准备的东西非常的丰富，
那其实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这些问题呢，本来是后面是还有几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问题啊，但是为了不耽误后面第二个阶段的这个我们的论坛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第一阶段呢就先到这边。那最后就是说，其实前面讲的还有我们还没有讲的，其实只有一个用意，就是告诉大家说，您应该去看这七集的影集，好，因为我们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从七集影集里面去提出来的问题，那包括后面的问题，那就让大家去看看，您会不会也找到其他一些问题，然后试着去找出您的解答。这个不能够说卖瓜的说瓜甜，但是呢，以我对这个七集内容仔细这样去看了几遍跟思索呢，我觉得它很值得看啊。郭老师有没有最后跟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是玄奘大师他留下来对于呢今日的一个启发，主要是说他对于呢大圣非我说呢，他大师有一些坚持啊，一些态度与看法，我等一下可能在这个问题中来加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可能可以利用下面，好，谢谢。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我们请另外一位余书伟老师一起上台跟大家互动。余老师请。谢谢各位来宾，我们整理一下哈。那想先请问两位老师，一般现在无论是历史研究或者是学术研究，都认为说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法，它并不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传下来的，而是经由历史的演变，教派的这个争论逐渐形成的，是形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的。那么不晓得藏大师对于现在大家都认定的大圣非佛说，那藏大师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从慈恩传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就是说我们从慈恩传去看玄奘呢，会感受到说这个玄奘大师呢是温文儒雅，是很慈悲的一位大师。但是呢刚刚提到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当玄奘呢他到秋兹国去这个见到这个木叉橘多这位法师的时候呢，那么木叉橘多跟玄奘问说：“你西行要到这个天竺去干什么？”那当时玄奘就很这个直接就回答说：“我要去这个取这个瑜伽师地论。”那木叉橘多呢听到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就反应就觉得很鄙视意思就是说这个学佛的人不会去学这种邪见论告诉
这个玄奘啊，说你不用去学这个邪见论了、啊，你应该在我这里啊，我这里这个俱舍论啊，跟这个毗婆沙论啊，我这里都有，这个是最高深的论，你就在我这里学这个就好了。那《持人传》里面啊，提到就是说。当玄奘大师听到木叉渠多这样说的时候呢，他用了几个字眼。他说呢，本来这个大师是很敬重木叉渠多的，但是听到木叉渠多这样子批评，这个瑜伽之利论，说他是邪见论，等于是否定大圣了。所以大师很直接的反应。就是视之如土，如尘土，把这个木叉渠多呢，就好像当作是尘土一样。那这个跟我们从这个慈恩传里面看到大师的言行，完全是很大的这个180度的那种差异，啊。那另外呢，不管是慈恩传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呢、啊，玄奘都特别去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位天主的有一位这个论师啊，因为他就是批评大圣，并且呢否定这个这个世亲啊，他说他要去造论呢，要破大圣，要破这个世亲的这个声明。那当他这样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他身体马上就得病了，得了重病，而且呢是忏悔之后呢，他就死了。那死的地方呢，就现在当玄奘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个深坑，当地就留下一个深坑来。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从这两个慈恩传里面的这个记载呢，很明确的就是玄奘大师呢，对于这个主张大圣非佛桌的人呢，态度是很坚定的。是很坚定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个是我从这个传记上面看到的事实。刚才那位是众贤论师，不过众贤论师等于是说他们这有些是属于一些对于应该是因为那时候阿毗达摩、在发展，这真的叫发展哦。因为呢，圣父派他们直接在发展是对于大圣的义理呢产生一些探讨，可是他们探讨没有办法作为结论，因为他们跟大圣经典呢有所背离。然后佛陀呢在经典有说了，就是这大圣法500年后，就世间灭度以后500年后。然后才会呢开始这个，就是说我们会常开始流传，开始大传。那为什么呢？因为呢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声闻人，声闻种姓的话，他的比较差的修到出果，出果也不会再来这世间，那修到阿罗汉更不会来这个世间，都入涅槃了。那修到三果人也不会来，对，因为他已经不来欲界了，不会在地球，那修到恶果也不会来，因为他到了欲界天，欲界天的换算至少那边寿命是900万年，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有生之年都很难遇到，除非说他有一些特殊因缘来这边看一看。所以呢我们这样可以知道说呢，一代又一代，你若是这样来筛选筛检，这样的圣闻根器比较好的都在佛陀当世就走了，然后再来再来再来
那你如果20年算一代的话，经过25代已经也差不多走完了，这样会变成说，你这解脱道呢，你要实证后继无人。虽然呢，大家讲的18部呢，再加原本的大众部、上座部都没有问题，这样算20部好了。当然也有人说这样18部，可是呢，你终究没有办法支撑起你这样解脱阿罗汉的一个实证。这样的话呢，或是说你没这个实证的话，主要是讲你有吗现起呢世间所说的神通。因为以前呢，只要收修道具解脱，就是大家有意义，大家对你不服气没问题，阿罗汉需要的时候跳到空中，就是我们根据佛法上记载啦，就是说他可以像独觉一样跳空中，然后18遍就解决问题。因为一般的这个凡夫没有办法来跟呢有修这样的来说。另外在义理上也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到底怎样是属于般涅槃。其实杂阿含经的时候呢已经很清楚说出来谁般涅槃，到底谁入涅槃。涅槃是不出不入的，这样的话你入了什么时候要出，那又是哪一个法能够入。所以这些对于呢二圣解脱者来说都是问题。那这样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就只有回到呢生命实相，只有实证涅槃可以解。可是呢二圣阿罗汉不能说他实证涅槃，这种呢等于是说他是如来方便说实证涅槃。如果他有实证涅槃，不用呢再要波涅槃，波就是入的意思，那也不用呢每次都要依循着佛陀的指示来说明什么叫做涅槃。这样一字不差的说，就是因为呢他只能证到他所能够证到的极致，而没有办法了解涅槃里面的内涵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从这点来看呢，要主张呢就是说只有呢二圣法可以单独独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500年后进入相法的时候，二圣法呢会受到攻击，这时候就由大圣法来处理。那另外是整个延续是要第一次大圣佛法开始复兴，经过许多的菩萨努力，最后要移到中国，因为中国才是整个要推展这个大圣法大圣气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地。那这是佛法这法脉传承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应该是要感到骄傲啦。对，然后至于说呢当时候有波罗举多这个人，他呢在实际上他是主张呢大圣非我说的，然后他是实际上呢在我们这样看起来他是被呢玄奘大师那时候呢破斥到很厉害，就是他也仅次于呢主张和空有之争啊，然后被大师破斥很厉害的释光仅次于他。因为呢任何能引起大圣争议的都不是玄奘大师要的。对，因为大圣法本身没有争议，所以空有之争，但实际上这是错会，因为他没有达到通达，不能通达这些法，所以呢，大师就写一个会中论。会中论就说明呢，一切法空啊，一切无所得啊，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你不能就把呢原成实性啊，或是真实或等等这样的出世间法全部抹杀掉。如果你可以抹杀，那你就变成断灭，而且你也无因啊，因为你自己说自己，我们现在从现在解释，我们当然可以比较清楚了。就是你如果说我们讲一切都是缘起好了，可是呢，缘起是缘这个字可以出生法吗？还是起这个字可以出生法？缘起只是一个名相名词，名词不能出生法。就像我在这边要讲。只有讲话可以出生一个什么吗？没有啊，没有特别的。
所以呢，缘生缘灭的话，我吐出那两个字也不会变成一个东西，我不会说我说猴子，然后就有个猴子出现了。对，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厉害。所以呢，所以名相本身不太好。那现在的话有人会说，哎，我名相就是来形容现象界，这又有问题的。现象界的任何一个法都不能抵触呢佛陀所说的一个事实，就是生命实相呢，这些法都是被出生的，而且呢被出生的话还限制了一些，免得有人会说而我可以来出生它，叫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样。可是不能无因，那因此呢，一些主张呢他懂得佛法的人，他们就说反正不管我不管你大圣说什么，我就主张是这样，那这是需要斟酌的。那因此波罗橘多呢就换了那大师的忌讳，因为他写一个呢叫破大圣意，结果呢玄奘大师后来就造了1600颂，然后呢来把它驳斥。在写的时候是这个是非比即快的成就，但是这也是主要是说大师吼他平常要呢做这些呢法义上的准备种种，所以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完成。然后这个专门破大圣非佛说，可是这部论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不过它的意涵呢实际上后来在成为世论出现了。对，就是有包含进去，那有应该也是在他的这个弟子窥基大师的写的一些成为世论述记，还有其他的这些关于阐释唯识的都要出现。那这些东西呢，就 这些呢这些著作或这些造论都显示，就说你没有大圣法，你应该连二圣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大圣才能成佛啊，你二圣只能成为阿罗汉啊，不然就成为辟支佛，你能成佛吗？你不能成佛，你不能讲这个大圣法，也不能讲二圣法。那你说没有佛，那呢没有大圣就没有佛，那你说你的意思就是没有佛啦，没有佛那你怎么会有二圣法呢？这样，那因此屈尼城的18天法会实际上呢，大师不是在那里坐在椅子上都没有事情，实际上是一直在讲法的。所以呢把这个呢佛法怎么样深入，怎么样告诉来的听众，那因此来博得大家的一致的赞叹。而且大圣天这个名号不是屈尼城才建立的，当时候顺势外道来呢那兰说陀寺啊踢馆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玄奘大师就命令他的仆人去把那撕下来，人家那什么铁都要撕下来，而且记得要用脚用力踩，要踩到烂这样。然后来就这个顺势外道就不满意了，说怎么会这样，你不然就回答我嘛，对你这个是谁，因为他看就不像是里面的僧众嘛。然后他说我是大圣天的奴仆，就仆人，奴仆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后面的组织很了不起啊，所以呢大圣天是当然，那这个奴仆怎么这么有信心称呼呢？因为在印度有一个特色会称到天，就是代表你有解脱啦，就是圣者，不管说你是要依大圣来说或依二圣来说，就是你是圣人这样。而且这大圣天也不是只有这仆人说的，所以呢当初戒日王因为呢鸠摩罗王把这个玄奘菩萨先找过去，他就不高兴了。那人家呢来报告他的时候是先说，大王，那大圣天目前在鸠摩罗王那里啦，那要不要去，意思就找他过来。所以呢大圣天就代表说呢玄奘在这方面是有实证的，不然一般来说就会称他叫高僧。大家可以想连戒贤论师那么精通佛法，他也没有从来得到过
一个大圣天的封号。那所以说啊，大圣本来就有的，然后在成为世论呢举了，特别举了弥勒菩萨说的七个因，就是有七种因证明大圣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就是说只有呢是大圣法真正可以对治呢这烦恼，因为它能够断这个呢烦恼的习气。这是因为大圣呢可以呢证得无分别智，这样的智慧就对于实相的知道，实相的领受，这个是二圣法没有的，二圣法没有办法契入。那另外呢，如果说呢大圣法呢本来就没有的话，那因为呢他跟呢世尊如果说在阿含所讲的是背离的话，那这样的话当然佛陀会先预计，预计就是说事先说明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然后几百年以后会有一个法会来乱我的法，可是没有啊，这就证明呢大圣法不是呢这个呢后来人写的。其实呢这里可以从现代的一个文献还有学术来说了，就是因为呢一定要欧美的学术者他一定要说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所以呢他们就创造了大圣是从哪里来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是从的波罗经，然后还有那时候一些颂来呢比对，说这风土人情是这样，所以我猜就是这样。那如果这样猜，那应该大家猜的也都一样，结果还有不一样，就不一样以后呢，就呢有一位现在他是当台大教授了，那因为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指他是谁，免得呢学术界对他这个意见。他当初写个论文，他说呢这些都没有根据，因为呢这些都是一些猜测。那如果呢可以这么猜测，凡夫都可以呢这样，大圣真的不是佛说的话，那应该是属于外道的境界啦，或是二圣境界，结果不是。因为二圣呢已经在历史上做个证明，他们如果是讨论大圣法的话或讨论实相，他们会分裂，而且呢他们会呢各执一词，就像他抢那一张白碟的一样。那如果呢连呢学二圣法人都不是，那他们呢连二圣的境界都达不到，那根本要跟他们说这简单的法都很困难，那如何能够这些能够呢知道说大圣法在说什么，如何创造出有个种族有个部族有个部落，他们很努力在呢三百多年间两百多年间这个部族一直隐姓埋名，然后世间的人没有发现他，然后他们创造了大乘佛法，一步又一步创造出来，这样真希望他们找得到。这不是外星人的一个漫游乱想的一个世界，这要有真凭实据。然后呢因为这理由是很充分，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就是说从阿含是不是可以找到。其实如果从玄奘大师的这个以这个成为世论来看呢，除了刚刚郭老师提到的就他引用这个弥勒大师的这个七点来证明有大圣之外呢，那其实大圣主要就是讲跟小圣的差异，跟那些错会佛法的这些小圣论师的差异呢，就是六世跟八世的这个不同的主张。那玄奘大师在《成佛思论》里面呢，他是就是引这个阿含经里面的这个记载说这个世缘名色名色缘世
说这个名色跟事呢，犹如这个这个宿炉啊，因为互相的支持啊，所以能够运转。那玄奘大师在《成佛思论》里面的这些论述呢，其实不只是在北传阿含里面能够找到根据，南传的尼柯耶里面呢，也有好几部经呢，其实都能够找到这个根据。那我想，可能在座也有人这个认识，从透过经典认识那位叫做徒弟比丘的哈，就因为他主张说这个他就是认为这个六识本身是不断的，是不灭的，结果不是就被佛陀叫去指责，说他是愚比丘嘛？这个经典在尼柯耶里面也是有。那玄奘大师他提到的这些四缘名色，名色缘事，提到这些事，乃至于提到就是说这个有人主张说有一个维系的这个意识能够这个延续到后世啊。那当时大师就直接说这个就是第八识，因为我们从这个不管是说成为世论来看，或者说即使从阿含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六世前六世都是因缘生这个是佛陀指责徒弟比丘的地方，六世都是因缘生嘛，都是根尘，然后才会有生眼识乃至意识。那这里就有六世啦。那另外这个第七世啊，第七世其实就是生出意识的那个意根。那这个意根呢，在我们从佛法里面呢，其实不只是说这个在唯识里面从阿含去比对来看，也可以看得出来，都不说这个意根它是色法，因为小圣的论里面呢，就说色法就是也说色法是十一个色法，就是五根、五尘，还有那个法术所色色，都不说意根是色法，所以很明显的意根是心法嘛。那意根既然是心法，那就是第七世啊。那这两个都不是，因为这两个是十八界的法，是会灭的法，所以玄奘菩萨就很明确的讲说，那个能够延续到未来的那个即系意识呢，它是第八世。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玄奘大师呢，他不只是很直接的表现出对于否定大圣、主张大圣回佛说的这些人的态度是很坚定的，而且刚刚说把它视如尘土，甚至于在论述里面，在成佛思论里面也是很清楚的交代这些的脉络。这是我所看过的这些的经论的情况。谢谢两位老师。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不好意思，还是怎样？就是说，一根它是作为出生意识的缘。那呢，大师在《成为世论》特别呢，对于呢这个第八世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宣示，他是直接引用了阿毗达摩的这个经论契经啊，经典来说，他说呢，这个法呢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那呢，就是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就说如果没有这个法哈，世间的一切都没有的啦，那也不用去求证什么涅槃了。三圣你要说涅槃都不存在。就说它是一个等一平等，作为呢每一个法的所依法。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
而且大师还特别说了，这个涅槃是所显的，涅槃是显示，涅槃不是有个方所，有个地方，或在三界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叫涅槃，然后可以去那里，没有。对，可是涅槃不是断灭，因为如来说我没有说断灭法，从来不说，这样一定是有因的法，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法，那就变成部派佛教，他们就或部派声闻，他一直想要探讨，所以他有根本事，有分事，然后甚至穷生死运都举出来，就自己在加。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可以维系生死一直存在的，然后可是他形象很维系，可是如果是意识呢，形象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意识是可以就是受果报的事，受果报的事，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呢，土地比丘才被斥责。那到底二圣法是怎么？那有人会说，那二圣法慢慢去演变就可以成大圣法，可是佛陀呢并没有这样说。佛陀在杂案经里面说很清楚，二圣法里面不管是声闻圣、缘觉圣都是一样，不异汝，不离汝，就是不能离开，或者叫不离汝，就是不能离开真汝，不能离开这个真汝的种种。但是因为呢，二圣法没有去讨论这真汝，所以有时候直接用汝，这翻中文翻译上有时候称为汝、汝汝或真汝。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会异于汝，就是跟呢。这个炉的体性不会不一样，哎，那就很奇怪了。一切法不是说生灭吗？可是大乘法全部都回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当然要回到二圣法之前的本源嘛。本源就是真炉，真炉才会不生不灭啊，没有刹那刹那的生灭过，才叫真炉。不能说我今天呢稍微变动一下，明天看看，然后后天说，哎，它炉了。这样很炉是不行的啦，对，所以呢，所以在呢《楞伽经》这个禅宗呢所依据的教外别传的这个，就土地达摩说呢，这只有四卷的《楞伽经》可以直接印心，那到底要印什么心？印心就是说承认，要证的就如来藏心，承认这个心就是第八识，因为呢，在上面的说法是等同的。而且呢，后来呢的译本里面有直接说了，就是说这个心呢，如来说呢，我说为真如，因为它离于人取和所取，所以呢，这个呢藏识，这个阿拉耶识，这个第八识，离于人所取，如来我说这个就是真如，所以呢，这是没有办法翻动，即使第二转法轮也直接说。真如是出生诸法的，这样，所以呢，这个叫真如虽生诸法，真如不兴，真如不生，一定要有不生法，这也是龙树所主张的。然后怎么去归结这个吼、哦、生不生不他生或等等，就知道是故知无生，一定有一个本因的法，这样才不会断灭，而且本因法一定是呢无生的法。那无生法能够出生法，当然要归于经，因为龙树菩萨是讲是论，他是要彰显般若经。那所以说我们这样一切都解了，就说大圣法讲真如，一切法不生不灭；二圣法讲生灭，因为呢他没有办法理解，因为这法很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含经就直接说啊，如来的这个正量里面的实力，直接说就说不是呢，声闻缘觉他们能理解，连如来的实力都不知道，更别说如来所证得的一切种子等等了、啊。好，大家做这个补充。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下一题啊，请问玄奘大师西行经历了许多的国家。从文化交流观点来看，大师可以说是一位实质的文化大使。大师的西行对这些国家而言产生了什么影响与意义？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玄奘大师呢，他的行仪呢是温文儒雅，并且呢表现出来就是很非常的慈悲。那西行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西行本身呢是取经，尤其是要去取回这个瑜伽师地论。所以玄奘大师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交流呢，他其实是一路上呢，他不是侵入式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文化的入侵，这反而是扮演着一个很和善、很和平的一个使者的身份。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玄奘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对那些西方西域的这些国家呢，好像没有带去什么实质的东西，但是呢，因为玄奘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行仪跟他的态度，让这些的西域这些国家，包括到天竺的这些国家呢，等于是对当时的这个大唐呢，那个戒心就整个这个减低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慈恩传里面提到了，就是大师还没有回国啊，他当时还没有回到大唐呢，这个戒日王他就已经先派了大使啊来到长安了啊，乃至西域各国呢，就陆续的就有派这个大使来到台湾，来到长安哈。那么，所以互相有了交流以后呢，那其他的文化上，包括物质的这些互通有无等等的，其实就慢慢的就出来了。好，那这个是等于是说是玄奘在当时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因为这个玄奘当时的他的这个到各地啊，我们说他是去做田野调查，所以他对各地的这个西域各国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啊，所以回来以后，不管是说这个慈恩传，或者是说后来唐太宗要他写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啊，对西域乃至天竺各国的情况呢都写得很清楚。那发生一个什么效应呢？发生一个效应就是说，后来在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的这个大概100年时间，印度是由英国所殖民的。那么当时很多的英国的这些的考古学家呢来到印度呢做考古，可是挖掘到的一些古迹呢，连印度本身的这些历史学者呢都搞不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把当时大唐西域记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就拿那个翻译英文呢来对照一下，哎，原来他们挖到了鹿野苑了。所以当时的很多印度在当时的很多古迹呢，其实是透过《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呢，去发掘出来的。那这个就是等于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玄奘当时的影响，在文化层面对这些西域国家、对这些对天竺、印度的这些影响，乃至于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或者现在都也还有，让他们去补足了他们那个历史的那个空缺了，啊，这个是我的观察，不晓得郭老师的看法。这个问题刚好可以回答。我们现在时间有点 over， 不过就把这说一下，刚好可以回答说，玄奘大师从来没有说他有。正量或是清正，但这不是事实，这真的不是事实。对，
且不说于老师哈，现在在现场，他家里面还吊着一个算挂就是一个类似一个书法，上面是哈那个唐太宗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即位当太子的时候，他呢就赞叹高中对不起，对，年纪大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那时候呢就赞叹。那玄奘大师的正量，而且那正量是惊人的，因为太惊人了，所以现在举牌告诉我们不要一直讲，对，那真的是太惊人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上表。但是重要的是呢，大师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以大师来说，如果没有，通常他就说没有了，硬着头皮会说没有。那重要的是在文化这传承上做了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日本有位留学生人叫做释道昭，他来到中国呢，就派他到玄奘大师的这个译经的场所跟着学习。其实他应该也没办法帮忙什么，但是他过去生呢跟大师有呢交情，其实他帮忙大师在西行的时候好像是给了橘子还是什么，就是避免这个饥饿，所以呢大师决定帮他开悟。所以大师呢最后就跟他讲，意思是说你不用学那么多啦，我有禅宗这样等等等等等等，就呢然后点开了一些事情以后，就叫释道昭然后去禅宗有个支系，那时候在京城那边有个叫慧满禅师去请他印证，目前这史料都有。可是道昭这件事情呢就比较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应该是保密道家啦，对。然后这件事情是后来道昭回到日本然后去发展的时候，这也算文化交流啦，然后他最后把这一段经历写下来，那他就写在元亨利书上面。所以在文化交流上呢，不管呢是哪一个层面，然后呢大师都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不管是佛法上生命教育的体系或是他觉得怎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师是真的有正量的，不应该随便说大师没有或是大师没有说过这样等等。那现在的印度语、印地语里面，把糖，我们每天吃的白砂糖叫做 Sini， 就是从中国来。那是这个 Sini 是说这个糖是从中国过去的吗？并不是。刚才刚好接董事长的话说到，在大师还没有回到长安之前，戒日王、鸠摩罗王、苦麻拉他们派来的大使已经到达了长安，然后太宗呢就派了又派了这个王这个王这个这王玄策他们，然后跟着去回拜，就到印度去。去的时候呢，唐太宗特别交代，你们给我去找一种人，叫做食蜜匠，也就是做以我们今天的角度就是做黑糖的工匠。在唐朝之前，中国做蔗糖的能力非常的差，但是印度却非常的强。所以呢，因为透过大师的这个缘由，所以导致后来王玄策就把食蜜匠从印度带回到中国，而且特别指定他到扬州去找甘蔗做糖。然后呢，结果这个印度做出来的糖是黑色的黑糖，经过唐朝的改良变成黄色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红糖。到了宋代呢，中国人更厉害，把它做成白色的，于是就出现了白砂糖。那么这个白砂糖呢，然后再回销到印度去，胜过印度当地做的黑糖，所以他们就说，哦，这个糖好，这个是中国来的糖，就叫 Sini Sini，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叫。那这整个糖从中国一路跑到经过西域，经过海上丝路跑到印度，
乃至于后来还又卖回，又卖到这个阿拉伯去，等等等等。其实最初最初都是因为大师的原因，然后能够沟通两边。所以今天也可以这样讲，我们每一家现在都在吃到白砂糖，可能跟玄奘大师他也有里面也有是有因缘存在的。好，那今天似乎是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些了，谢谢大家，大家平安。